好世欢腾圣诞颂现在开始。哦come, oh come Emmanuel, and grant some captive Israel that mourns in lonely exile here until the Son of God appear. Rejoice, Emmanuel shall come to thee, O Israel. 在那个地区，有些牧羊人露宿守夜，看守羊群。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上主的光耀环照着他们，他们就很害怕。但是天使就对他们这样说了，你们不用怕，看看我来是为你们报告一个带给全民族的大喜讯。今日在达美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麦西亚。这个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面。忽然有一大队天军和个天使一起赞颂天主，他们说，天主受享光荣与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今晚的大会司仪叶丽仪小姐郑子成先生。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好开心见到你们，更加欢迎你们今晚来到参加由天主教香港教区和香港电台联合主办的普世欢腾圣诞颂，和我们分享一个愉快的时光。是啦，剛才有超過千人的詩班很開心地跟我們唱了幾首聖誕歌之後，正式為今晚的節目揭開序幕了。嗯，沒錯，今時今日要盡情開心並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每一天看報紙都可以看到有戰爭、有暴亂，而且天災人禍的消息無日無之的，所以說要認真地開心是很困難的。但是歸咎來說，始終都是人類彼此之間欠缺了少少關懷和愛心。沒錯，所以希望在接下來的聖誕節的時候，我們真的可以拿出一顆愛心去關懷我們身旁每一個人，真正實踐這個聖誕的意義，由香港去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希望每一個人都好像我們這樣一樣那麼開心。沒錯，不如我們現在來一個新的開始，跟我們前後左右的朋友握握手，道個好意，說聲 Hello 你好嗎，互祝聖誕快樂，互祝平安好嗎，一起來咯，一起來。你好，聖誕快樂。不要怕坐，是是是，那是最好的，最好最好最开心是这样。啊，好叫我感动，真的好叫我感动。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世界会和平很多很多。绝对认同你那句说话，真的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爱心交给身边每一个人。真的好好，每一位朋友都一啲都唔怕丑，知道握下手我哋可以做朋友，真的好开心。其实主动爱身边嘅人咧，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噶，系咪啊？你唔使答我都知道啦，头先见到你哋咁热烈，咁踊跃握手，其实真系好开心嘅一件事。不过 Francis 啊，讲开开心嘅一回事，今晚有一件真系好开心嘅事要讲讲嘅，就系话咧喺今晚我哋非常之荣幸能够请到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胡振中枢机为今晚呢个圣诞聚会咧系作为祝福噶。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天主圣父，恩爱无比，派遣圣子耶稣降生救人，所以普天同庆，万众欢腾，愿他降服你们。天主圣子，义体明明，今日明白圣诞的许诺是希望，圣诞的精神是平安，圣诞的中心是爱德，圣诞的行动是关怀，愿他降服你们。天主圣神，奇功妙化，使你能够分享圣诞的喜悦，播种希望，发挥圣诞的精神，制造和平，把握圣诞的中心，促进爱德，加强圣诞的行动，关怀弱小，愿他降服你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服你们。阿们。非常多谢胡书记啊！东方三位贤士朝拜圣婴的这段圣经故事，我相信在座每位朋友都非常熟悉。但是我听讲话还有第四位贤士，亦都准备了很丰富的礼物，好像有红宝石、蓝宝石，甚至珍珠咁，准备去朝圣嘅。不过佢遇到啊，佢遇到啲乜嘢？佢遇到啲咩嘅故事？我哋而家请我哋几位嘉宾歌星，就是有阿陈晓东、陳浩文、陳山聰和舞蹈名家林清峰先生，將這個故事演繹出來。
resting merry gentlemen, let nothing you dismay. For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was born upon this day, to save us all from Satan's power when we're gone astray.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comfort and joy.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From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the blessed angel came, and unto shepherds brought tidings of the same. How that in Bethlehem was born the Son of God by name.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comfort and joy.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The shepherds at this tiding rejoiced in much in mind, and left the flocks of feeding in tempest, storm, and wind, and went to Bethlehem straightway the blessed name to find.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comfort and joy.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From God our heavenly Father blessed angel came, and unto certain shepherds brought tidings of the same. How that in Bethlehem was born the Son of God by name.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comfort and joy.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Rest ye merry gentlemen, let nothing you dismay. For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was born upon this day, to save us all from Satan's power when we're gone astray.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comfort and joy. Oh,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剛才我們看到四位賢士，他看到白冷之星呢都是很興奮，立刻準備了很多的禮物去朝拜聖經的。而我們今晚這個節目呢，就將會將這個故事繼續這樣講下去給你們知道的。柏林，你出來做什麼？柏林仔，我想說剛才那個叔叔呢不是很喜歡幫人的，那個去了哪裡？那個叔叔啊，做什麼事找他？你有些事要他幫手嗎？是啊，我想給他給很多禮物我，那我才可以派給聖誕節收不到禮物的小朋友嘛，他們很慘的。哦，原來是這樣。柏林，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喜歡幫助人的小朋友來的，不過有時呢盡了你自己的力量，就算有時小小的一份禮物呢，你都可以跟人分享到分享那種的快樂的。知道了，添哥哥。咦，為何不見了 Frances 姐姐的？哦，去了哪裡？ Frances 姐姐呢，她就知道跟人分享一件很開心的事，所以她準備了跟莫華倫哥哥一起呢有一個很精彩的表演給大家看的。是什麼表演啊？這個表演就認真厲害了，是歌藝以及實力的混合品。他們就會跟我們唱幾首好聽的歌曲的。不如這樣，我們不要耽誤多時間，我們回到後台靜心欣賞。好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a Christmas concert by Warren Mork and Francis Yip. Holy night,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This is the night of our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sorrow pining,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The thrill of hope, this weary world rejoices, for yonder breaks a new and glorious morn.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傳開去，唉 ，Francis， 我見到你啲自卑。其實你有所不知嘅，我就係冇你唱歌嘅天分啊。咁所以我希望即係借助少少嘅動作，可以將你頭先咁美妙嘅歌聲咧，就傳俾任何即係專有咁遠傳得咁遠咯。咁都得嘅咩？唉，不得好啦，算你一點點心意。你講開心意咧，其實。剛才的第四位賢士呢，他說一心一意去朝拜聖嬰，但是就在路途上遇上有急難的人，所以就停下加以援手。是的 Francis， 跟著他怎樣？哦，其實第四位賢士呢，是一個追求真理和很有愛心的人，他遇到需要幫助的人，他就停下來幫助他。不過跟著下來他要面臨一個考驗。考驗？什麼考驗？遇到風沙山賊還是洪水猛獸？這些都可以容易應付。他遇到的考驗就是我們人生之中的遭遇一樣的考驗。哇，那就是講也有排講喎。沒錯了，所以我們將會用舞蹈的形式將這個故事演繹給大家。現在再請林青夫舞蹈名家為我們再一次演出。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present a modern dance, The Helping Hand of the Fourth Wise Man. Thank you.
第四賢士咧，因為佢幫人，所以始終去唔到白冷城，失去咗見救世主呢一份福氣，真係諗起有少少可惜嗬。可惜唔可惜，我哋一陣先研究啊。但係我又問下你啦，如果換咗係你遇到咁嘅情形，你又會點咧？我諗咧，我都會好似第四賢士咁樣，一定會留低幫人。你會，我會，我相信在座每一位朋友都會，因為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説話：愛人如己。嗯、第四賢士將自己的時間花了下去照顧別人和他們醫病，做得到愛人如己這四個字、嗯、而且他幫助人的這種熱心得到的福分和其他三位曾經朝拜到聖嬰的福分是完全一樣的。其實我覺得我們身邊的周圍都有很多這第四賢士出現的，好像剛才幻燈片所看到的都有很多守望相助的場面。沒錯，有一位值得我們非常值得我們表揚的，而且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呢，就是曾經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蘭修女。德蘭修女她終身服務於他人，照顧啲弱小，照顧啲病人，將她的愛心發揚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好值得我哋學習。冇錯啦，今次我哋呢個晚會咧，係想藉住將呢個晚會嘅時候，將聖誕嘅喜訊同埋新希望嘅呢個信息咧，透過收音機啦，透過電視機咧，將呢份喜悦廣傳出去嘅。嗯，冇錯。其實今晚每一位嚟參加嘅朋友，亦都已經喺度學習緊第四賢士所走的步伐，包括了一陣即將為我們演出的這班小朋友。是啊，你說的這班小朋友真的從小小個已經開始學習了，他們呢其中包括了有四五歲的幼稚園學生在裡面。當然跟他們一起演出的就是我們今晚的嘉賓，包括了有陳潔玲、李樂詩、CD Voice、黃興平、康賢和鄭柏林一起合作演出的這個兒童聖誕嘉年華。而且呢還有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的同學仔，他們會演出一個很可愛的話劇，叫做《天王降生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 present our guest artists with some lovely children in the Children's Christmas Carnival.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had a very shiny nose, and if you ever saw it, you would even say it glowed. All of the other reindeer used to laugh and call him names. They never let poor Rudolph join in any reindeer game. But then one foggy Christmas Eve, Santa came to say, Rudolph, with your nose so bright, won't you guide my sleigh tonight? Then how the reindeer love him, they all shouted out,